好，那就来，那都听听各位意见哦，那都那来做处理哦。来，都讲的哦，拜托，因为因为我们做管制哦，啊，那都讲的就是从我直接上面，然后就提醒大家来，啊，这个管来意见哦，拜托，谢谢，来，好，王理事长来。特别感谢，叶副副书记吼，李华联，做阵滴看到李华联来出席的，足足感谢哦。啊，都按总干事，啊，都副主任，啊，甲这个主任吼，啊，甲安东基的主任，啊，甲各位先生、各位市民大家好，哦，啊，甲那个香港的理事长，这个吼，只要哦。足多的问题啊！吼，因为讲的，拄啊黄市长讲的，甲拄啊主任讲的部分啊，吼，你讲渔船啊，包括从咱的空间里头，你看你按平湖山的啊，苏定古苏定里来平湖来接古啊，你看平湖船啊较水，有较清楚无？对不对？啊，伊个船一只即摆做个，拄啊一百吨以上，拄啊三千万几。在裡面空間設備不錯啊，很好啊，很舒適的啊，一直魚缸的頂上，魚缸本身的時間啊，在裡面有先鋪洗洗的，我旁邊就是在裡面吃，發到我的空間啊，我看到伊，人伊啊，魚缸這樣子啊，洗得很乾，有夠清楚，對不對？你魚缸伊不要上，不然農家人民人民團體打壓，哦应该这个问题，杨立伟也当替俺管理啊，对不对？我看对不对？对啊，你这靠中央的，啊你这人民团体行无，按的条件歹，按的什么拢歹，吃也歹，啊是嘛薪水降，刚刚一个薪水少，对不对？无，阮以前有一个到三千的派对，船长来拍薪水。因为一个警察过到两千多，啊，这摆物件真好，伊讲安怎办？歹，我就从我套五六单，套七单就走，就发出。你条件歹，所以歹，伊到可能就从我套价就单，哦，这是一个数据吼。啊，佫包括佫一个重点，因为今摆时阵，今摆是用现钱，用假现钱啊，哦，拄仔像书长讲的。AIS， 这个啥？这个叫 AIS， 这个就是有电话的。我人伫遮，我手电伊这个开起来，我就知影这方位伫倒位。为什么问伊检查交通部的？为啊？为伊要检查伊咯？检查我知，爱人来出事，这系统啊。一届五十栋以上的，七啊不，二十栋加起就一届四支，啊，伊这个可能系三栋尔。我手个加一支上少六栋起条，这支信号线还阁会用的，会当使用。这支还是咱台湾这块无外好，即卖信号线是怎？大陆这个也限制嘛是三栋，为什么要四支的？加上费啊资源的，加上遐。移民的资源，一支上少要八百块起条。为什么说两支，还是讲延期五年？哦，啊，无回收袋，用一支嘛几百块钱。我只要我大个，我做袂完的，外我偷行去山顶端，还是我先讲完事无啊？为什么到拢唔改进？即卖愈先进的物件，按交通部的迄落愈来越多。慢慢定型的，老家能力，有些咯。这我先主管，我先派人派去咯。我船啊，我输有信号啊。我船顶坐二十几斤，坐船啊，我头七个人，我只能派二斤船舶来，坐当当半个月，伊会当当半个月，对不对？爱做朋友。为什么？我这个信号弹，信号弹你拍，我不要。
伊有一个联络 HD 联络，即卖通讯系统会当发到一度，一度足好个呀，百公里看会到啊，对唔对？通讯遮牛粪，我即卖遮进步，跑遮进步啊，大过有了这四路嘛，开始呢，嘛本来也是啊，来外头啊，拢是村长嘛，家己拍，家己标，拍起土啊，就迄落，拍起拍船的小家伙只。我也想上龙怎么样？这是咱改进的空间，对不对？无必要物件嘛，浪费这语言，语言就出乱嘛，对不对？我还佫佫这个，又是你这一班的，一班都会做，你敢知？中国签啊，大陆做，大陆这啦，这个我来发明的，台湾这，一支会当看不容易个，一支会当看三公里。一支看五百公里，你要用一支，还是要用一支？一支啊，够会解热的，会当自动充电的。一支袂，一支三样袂，一支人我即摆要怎使用我嘛唔知影。啊，这是在浪费伊个资源。即摆海都要淘宝啊，有啥物都拢侪拢卖啊，拢解决，但可以。救生衣咯，唔免，啊，即搭卡丁咯，一支咯，有信号，有法通搜救啊。每支进每只分量都有 ，AIS， 大家都内底每个卫星进来都一环存量很清楚哦，你咯会当搜救的。这种是这种农业加一点的移民的循环，啊，都点赞都够多欢。如点赞如先进，如点赞如要求如做。船啊，上重要部分就是救生衣，这上重要。甲袂得去，这个，这拢公司啊，变发较实在啦。发是，拢去收的，一阵啊去收有那个人接做。变得去，上个重要，点赞上个，包括下来，这要求钱啊，个要，那上船款是点啊点，拢嘛是阮个家做，为着阮的行业的安全。因为阮昨天拍下就是哦，加上阮的性命，阮到后头阮来，对。我阿哥阿哥，多谢重点准备，哦。哎，王副处长，我要申请这只船啊，对唔对啊？哦，我要做要建筑，哦，我要准备，我是台湾的，我有兼副业的，为什么即马副业的啊？啊！这只船啊，我卖副业的，拢回收有存在失败。这船啊，到时吃我袂下。啊！你像咱中大水利，伊许块大家不管，那那了解只皮条鱼啊，只皮条鱼啊，拢投输不下，无可能讲一只船啊投一两海，那海只船啊全部拢卖拔起来，听到无？包括了解会者啊，有先了解，对不对？你袂使讲啊！啊！这只船啊，这无障碍啊！安尼，你看出来为什么政府要实施的是禁止？你做这牌就是投资障碍，你会规定的投资障碍，伊就会对你不受无限所控制，对不对？较早规定就是安尼啊，为什么即摆人吃着五副牌有上个中央一禁止不了去，买啊其他来了去，无合理嘛，对吗？我今日叫我食饭，明仔就叫我买车，安遐袂用的，哦。而且大渔民我看到着，哎呀，今日渔民无来啊，我今日会服装啦，有没有？来，阮反映群内底啊，拢啊结果也无少。是我今日的话就鱼仔啦，我啊来，讲副书记过来，啊，甲伊相关的单位发来替阮检讨的，哎呀。哎，卖啥个？我放手啊！哎，我当伊有做路啊，有牌，啊，看下当有啥物改革的空间，可以行翻来。哦，啊，像一年我两做两做中，像我刘处长你同我同来是啊，一年我两做做中，我收起来规定啥物时间作业，啥物时间保养，记伊我来过来记伊啊，放两个时间做定啊，大家互相为着海个正循环。哦，啊，这聊会啊，够侪朋友，就是讲，所有的拢全部是你抓了，这啊，历史的报道，抽山的，你看，
我会当百样用，抽选一排上上多啊，上少三百只，这排上上少还要三百只，一天三百只，一届选上少超过三万块，五点钟解决抽一撮，一天大概一天当再两撮，会抽选，拢抽完四十五只才会作业，啊，只是恁要努力，要对伊作业啊，好啊，我即卖大陆的准准准准大只。就这好，安尼怪有伊个作业，伊也前年入选啊，地位都无有无最大问题啊，即马来上台无得啊，拢袂得拢无得个，因为托阮用个。啊，你今日义务去调查，大陆一单个主管在查，你今日调查其他个，当然来，当然来笑，对唔？你爱做啥个？哦，啊是讲要控制好，啊一天像个青蛙山也侪用，计上歹个，上歹个也侪要计上控制品质。你就像个温尼温嘛，高大老大侪好养嘛，也咧去加油，更加油，小心留意嘛，慢来晒啊，对不对？哦，以上讲咧，感谢各位。谢谢王主席长的建议哦，你讲个系列哦。外籍医工哈，最近观点的往后一差，最主要是因为上前一段时间那个南澳那个大桥塌下去，结果压到三条船，死了六个，都是外籍的。他外面在讲说，哎，外籍工都住在台上，啊，其实不是，那三条船是因为在等着加油，上面有二十几个有本国有外籍的。他是本其有一些本国的一些外籍都过来，他一来比较不幸就压在里面，所以得失事。所以外面这些苏澳一位前段时间也一直在讲这个议题嘛，那个他们那边的前团体一直在建议。那前天我们组委组织了一位山长座谈会，也有人提出来，他移工的问题是。未来我们渔业的面临的问题，政府去拨我们的问题也就在农业要好，跟劳动部要好来检讨这个移工的问题要怎么去处理，大概吧。因为我们出来看到很多船主对移工都非常的好，可是他们政府都不讲，只讲那个案，而且很多年前的个案也算是高，所以就去拨我们未来就要处理重点这个移工。那第二个，你讨论这是应急指挥无线电标识杆还是 AIS？ 这 AIS 吗？好，这 AIS 是绑个绑个定点的，啊对吧？这个我可以这样讲，有一点问题了哈。你绑个绑个定了，那危害拢是 AIS， 那存在规矩的，你看哇，拢是拢准啊，这个哦，尽量少用在网上面，因为船上的 AIS 的设备不是这样的，有 A 型跟 B 型的，它那个会自动叫，所以大概用哎呀，你看就哎，我怎样？那如果有这个，可是那这样啊，我修那个船号的话，打开我的监控中心，修了那个火车中心进来，有一个信号出来，是到底什么样？它喜欢。人肉海还是网肉海还是怎么样，所以产生很多误解。我们下次呢，好好干一样，干在干一点平台吧。我用台中博总啊，博总，我们来先导这 AI 只要好好用，不要老是在发射那个信号出来啊，疲笨这我啊，那去干干博总，两万块小买两万块啊，你买多少钱就是一股就给多少钱啊，主要定该中间啊，这头大公，既然有 AS， 为什么要有信号弹？但有时候我听到人家，你没有发信号弹的时候，大家都会来，就一发下去，我看到有信号弹，照鱼龟来进。所以我这部分传播设备规则这部分呢，因为遗传的部分以前是没有要求要放 AS， 现在已经入网了，是日期，就是我们开始不入以后开始实施。我们再跟教育部来讨论，有 AS 的，要不要信号弹？要不要那么多？要不要多？因为信号弹产生后续的回收啦，一大堆问题啦，这部分我们在检讨。你讲那滚海的船啊，
亚一样，拢帮拢几级数据无同款。我本着是一个主业，三个兼营业。啊，但因为有一些管制性的比较破坏事业比较大，比如说在某一页放售网，这个过去是不允许经营的。啊，这个阮所讲叫做公布啊，随时这段时间你也无去找人来申请，拜托人来申请，让他合法化，好，让他好，那是啊，好不好？因为在电话所有方说完时有距离区哦，啊，有距离区，我们蔡依章总干事在工作小组里面一直坚持配合拜有距离区，所以大家想想，因为我们在工作小组有一些保育团体一直在在反对啊，只有他全力在帮忙台湾的移民，做讲配合啊，都家己做弄距离区，阿都我一样咬一样，所以目前是很头目没有停止，是台湾本岛上来里面有一个小船进行然后大船进行。那中国船来搓沙跟中国渔船来清理，我们会在实际请海洋委员会来加强布局来取缔的，好不好？我初步这样回应。如果你看了啊，我请我们再打告啊，来，对。呵呵组长还有立委，还有各位长官、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香港协会理事长翁明胜。好，那首先我在提问你之前，我先大概介绍一下我们的香港养殖。那么香港养殖的话，大概每年在本地采购的饵料，生鲜饵料应该大概大约两亿。好，所以基本上跟渔民的互动上，我因为这两亿资金进来，你渔民这些都是多收入，对在。另外一个像现在已经到年底，大概一些有结婚的亲戚放弃到了以后，像我们现在每天卖出去的鱼，应该一个星期的话，台湾有20万不会知道澎湖的鱼，好多把澎湖的海鲜，觉得说澎湖的海鲜很好，但我都卖比较高价，好，所以这个产业不论是在台湾跟在澎湖，事实上这个产业非常重要。但是在我们经营过程中有没有，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没有合法的养殖基地啊，所以你要看，我们从这个渔港进出，又这边丢几件网，那边丢几件网，完全没有基地啊。很多人说，你是不是可以做加工来卖？加工也在另外场地啊，关于你没有地方杀鱼，因为完全没有基地。好，然后包括我们用生鲜饵料，其实生鲜饵料目前为止养出来的鱼比饲料还好，养生鲜饵料的鱼呢比较卖售价会比较高，好，所以这个合法的基地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那在农业的话，你包括种蔬菜啊、种水果要经过认证，但是独独好像香港养殖的现在都完全没有基地，好，这是一个。第二点就是设置冬天的避寒区，啊，因为坦白讲，我都跟学生讲说，其实以台湾来讲，全世界香港养殖环境最恶劣的就在台湾，啊，你看我们内海的冬天跟夏天温差超过15度，最多还可以差到20度，所以我们需要冬天需要有一个避寒区，然后单单这个避寒区需要有一些公共设施，啊，但我们去年这两年局长在这边搞，对我都非常帮助，这样可以出去。啊，但是我出去坦白讲都很放心。啊，像我们拉出去每年大概整个拉出去的设备有没有1毛会超过200公尺，因为你毛种也包含了，卖的都会贵。啊，像我们去年在内安那边有没有拉了快300公尺出去，然后风来雨停有没有？为了要去把它拉回来，差点船舱也穿掉了。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产业很重要，所以对公共设施两台公共设施就是毛病可以协助。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有没有？我们现在是每年10月拉出去，然后3月要再自己把那个毛病拉回来，就全部要请上来，每年就是一直这样的重复。然后如果稍微出因为他们外来流很强，都有流氓的问题，所以这坦白讲，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危险。
之前在山水也是飘大概飘两三百公里，因为那个大概他去的那个油箱掉在六到三级时间，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点就是越防不下跌的话下大力，那个上限没有不下大力，但是像这个时间没有。好了，夏天有的时候因为前面提到没有养殖经验，所以夏天甚至都拜托于不要抓，因为数量太多了，养的地方很多。但是到这个季节吧，没有了，啊，没有下台湾，必须得到台湾去到处去买。那像现在连台湾都没有，啊，所以大家都有，然后甚至可以专案那个请渔会或者跟那个渔业，比如说什么可以专案进口，可以那个饵料进。啊，就是免不是免费啊，是免税。然后第四点就是那个台湾现在很积极在辅导，就是说那个在发展过来相关面，然后想说渔业署或者学术单位的协助来评估，然后到底适不适合做外海相关面。啊，因为长荣内内湾坦白讲有限啊，长荣内湾现在一直讲多污染，多污染的生活废水直接排下去。然后那个降雨的装装排下去，好，然后包括那个渔船的船上的废水啊，好，包括鱼市场废水都直接下去，好，还有一些做观光的，每年我们现在一直发展观光会来有100多万人的，好，然后这些观光再来的使用的全部都到内海去，所以他一直强调说内湾的话有污染的领域，好，是不是可以协助评估说出移到外海去的话？那个可不可行？在外去讲可不可行？啊，另外一个就是说，管理组，没有，就是到那个这个内湾管理组协助评估可不可行？对，先内湾内湾，先成功管理内湾。哎，好，内湾可以。其实我们那个水产养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潜力，就是那个大陆人啊，那现在一直整个也是这些在内湾里面的香港比较把它争夺下。啊，所以像今年你就去，我像那个现在十班啊，我现在大陆大学。啊，所以这样这个情形应该会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变成说对水产养殖来讲，包括台湾的水产养殖。刚刚从这边的相关业，其实以后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潜力。啊，所以那但是澎湖的话，现在来讲，内湾内海养殖都不是在增加的，但是不是外海可以试看看？啊，但是外海的话，那应该是设备的问题。啊，台风来风浪强不强？因为以前的话，就可能大概10年、20年前不敢来提这个问题，因为那个。以前放下去，马上台风来就打掉；放下去，台风来就打掉。啊，但是现在香港的制网技术，包括设备的技术，全世界都在台湾生产，那都号称台风来的问题。问题是，这个钱要那个民间自己先尝试的话，还可以没有平台。啊，但是你如果说可以尝试，哎 ，OK， 没问题的话，可能如果说你这个。行业来讲，全球来讲，水产养殖海洋，因为海洋捕捞的确越来越好，像今年的秋刀鱼啊，台湾刀鱼，不管波网、半座网，甚至东南亚的半座网，今年波非常大，甚至不到去年的1/5、1/10的产量，所以变成好像对海洋资源进行比较的是全球性的，然后未来水产养殖是一定的，所以。欧理事长，谢谢。你哥哥是我同学，都是我学弟的哈。那个这样子啊，那个消费者这几点啊，其实我们上次我们的优秀移民那个戴秀的感谢姐可以比较，上次在移民节的时候，他有提出来有部分啊。那我来
初步回应一下，你所谓的合法的养殖基地，因为氮气哦，你害，你该至少这个养殖场要路上的一些准备场，准备一些网具啦，要做处理啊，那这是用地的问题，对不？也非常支持有这种概念来，它只是用地涉及到土地的时候是要。如果你可以提出具体的地点，地点，这个是农地，还是国有土地，还是那个具体以后再协调比较快。好吧，现在那没有具体到底是什么地，农地有农地农企使用管制规则啊，国有土地国有土地设置布置计划布置设置计那个新计划，所以你们有没有想一想要提出哪里？那再来就是说，香港养殖的工作团划的合法化，上次县政府有提出来啊。那渔业署虽然有党务中我在研究，基本上如果香港养殖的船确实在做香港养殖，你们做香港养殖的船上打假鱼啊，就跟一般的渔船冲。但是这检准啊，是受过遗传这个总量管的。我们从78人到现在船减少多少？本来32000多艘，现在变22000多艘。讲起来讲，就是我们眼前的资源受到限制，所以要减船，保护现有的渔民。所以如果在前提下可以管制、可以管理这些项目，确实在同一种项目不做其他的工作使用的话，那我们内部有人讨论，要再怎么让它组合合法化来做处理，也给我们一点时间，因为甚至制度、政策制度还有法规的修正那你说碧寒漆跟锚定那是企业体内嘛？对啊，因为那水比较浅，寒流来的时候，那要移到外面的水比较深的，移到那个碧寒，对吧？那基本是可以考虑有一个可以，因为计划也只是现在我在规划。我提出了一个小，那个可以讨论啊，不成熟，而且直接反映可以有一倍期的概念，必然期的概念可以划。因为棚屋只有约钱，只有划期的计划也只，其他约钱都没有。专有约是都在岛屿上面，石菜园在那边，对不对？所以我建议等一下请我们陈局长来做回应他包括你的规划香港外来香港两支的关系，那你这个问题也来考虑，这个台语有十二海里面规划，现在都可以来做回来，这个请我们来请局长来回应一下。那你说那个下台这个部分免税进口，对顺省有快顺的后悔，因为那我们现在有很多大量生产就下大雨我们拖进来的挖都可以的，你可以用。还有我们有一些大量生产就会运，那个税价也可以用，那价格也不会很高，这样子。只是说人道的问题嘛，人道要很多。我是建议因为但是企业东西都是挺贵的，有没有可以改变一下？我等一下请水师傅或是我们东西，我们过去2年都一直在鼓励。县政府在种苗中心在繁殖一些不是肉食性的海藻贝类的虾蟹类的，反而虾蟹类可以或贝类可以改变我们内湾的水质一直养肉食性的，一直淡水料肉，整个水质都不好。如果可以改变养殖的方式，搞不好那个可以改变可以改变。没关系，我请他们看看，我再回应一下好吗？再有人建议，那我们现在请那个。请我们局长，谢谢。副局长还有我们杨立伟还有在座各位的一个长官还有议员我容易觉得说明一下，就刚刚翁理事长提到的部分，有关于养殖的部分的确就是刚刚首先说讲到的是内海的部分内海就是包括内湾那个部分。那因为它是以海水交换率它差，所以它的水质就是近几年有在有，我们希望保持稳定，所以有关于内海的加外养殖，我们是就没有再停止，现有的保障它的区域，其他就不再增加了。好，那因为
结果你哎进嘎嘛哈。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其实也非常感谢，就是渔业署还有这些立委，因为一开始有提到说，哎呦，渔业署有提到说，在109年到110年到113年，他们重新再给我们公布一个中长期计划，就是每年1.6亿的部分，啊，就是协助我们说，那在这个计划里面，其实我们就有提出有关于避寒区的一个规划，啊，那还有就是那个哎香黄养外来香黄养。借公文，我们都有把它纳入规划里面。好，希望说，因为我们要找出避寒区，还有适不适合养殖，我们还是必须要知道它的环境嘛，包括它的温度，好，它是不是洋流的部分，还有山上湖水，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有纳进去，然后再麻烦就是啊，业主这边给我们直接麻烦啊，业主这边给我们协助，让我们这个计划可以啊去做一个适当的找出一个适当的地方。那刚刚讲到那个一楼荷花养殖基地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农业的部分，它可以有农业设施，可是养殖的部分它没有办法申请养殖设施。那渔获的部分也可以有那个意思，但是外向往养殖部它不能申请设施。那这个用地的部分，它应该是就可以在是养殖用地或是在那个农牧用的部分，希望它把比造成农业设施可以去做一个申请，因为他们向往它需要一个基地做一个储存或是做一个希望。好，包括一些整理的工作，那这个部分我们之前有建议过，那希望你说书里面就是说一点讨论。那有关于工作法的部分，我们目前是在内湾在做，但是我消防养殖必须他必须有一些在运的一个需求，或是一个药生物的一个的部分啊，因为渔法的部分它是必须要有太监权的嘛，啊，那这个渔我们当初。的渔业跟渔船跟渔筏的一个太监权的总量管制，是为了保障我们的渔业资源嘛？可是今天我们的养殖其实是减少渔业资源的一个使用，我们是用人工养殖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它需要的是一个工作法的一个概念，以及供哦可以去做一个渔业行为。而且供哦，如果真的有渔业行为的话，那有哦你是找你口里买个条牌，条牌来钓哈，就这是一码归一码嘛。那渔船受难渔船的渔业的行为，按照一种相往一个单货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希望说，因为它是不同的属性，那时代慢慢在变迁，那有一些法律的一个适用的部分，可能需要随着时代的一个变迁做一点调整。那这边也是提出来，就是慢慢就是渔业署这边慢慢考量，特别是澎湖，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很多法律的问题，我们澎湖的状态下就是四面都是海洋。渔业海洋跟我们澎湖的人的生活是非常相关，很多的一些渔业行为，其实有时候就是用全国的一个角度，可能会有点因地制宜的一个落差啦。好，那这个部分可能也借我这个机会啊，就以我渔业主管机关的立场也提出来啊，希望那个书里面这边可以考虑说，澎湖有些渔业的行为或是一些渔业资源的部分，它跟全台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也能够帮我们列入考量。那有关于刚刚最后提到说那个肉食性养殖渔物的部分，那其实我们非常重视我们内海的一个水质的一个管理，所以我们近几年我们也有在推说，是不是养殖的部分就以扎实性或是长期性的鱼种为主。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有跟理事长这边有做一些讨论。那另外我们也有就是培养一些大型藻类，目的也是希望说要去过滤我们的一个内湾的一个养殖。就我们最近有在推海葡萄的部分哈，那希望借由这样各种不同的就是一个源头的管理啊，一个水质的管理，还有一个改善的一个管理。然后另外在放流的部分，我们目前也是会调整，就像刚刚副署长讲，我们目前放流部分我们会比较着重在虾类、贝类、螺类啊，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感谢，就是谢主任这边一直跟我们有合作，我们大概会以比较经济性的一个螺类的蟹类去做。那肉食性的部分我们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我们还是会注意到海洋的多生物多样性的平衡，去做一个适当的放流哈。那大概那下杂鱼的部分，这个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澎湖的养殖鱼为什么会比较好吃哈？因为有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比较少用下杂鱼，我们比较少用适量的部分啊。那的确就会产生说，因为我觉得饵料生物不高，便宜的时候可以到十几块嘛，贵的话
贵的话，像冬天的话五六十块嘛，哈、哦，那个价差差很多，那这样会造成鱼多伤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说，有没有一个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的下杂鱼的一个来源是稳定的，啊、哦，让我们的一个养殖的渔业的品质啊、哦，也是能够维持它的一个品质。那以上大概就理事长的问题，大概做有没有去做一点回应？谢谢。陈局长说明了，当然现在我提出构想啊，我们讲实在话，我严重支持。仅你1亿多呢，所以有一些构想真的好好去推动，真的好好规划一下。我们业主当然支持啊，有跟地方业有帮助，我们会很支持。那个陆川那养殖基地，刚才讲的农业设施跟渔业设施，那个这个我们如果是农委本身可以处理的，那我们来处理，因为这议题已经从代工那边提出来，我们已经在管制，有些议题我们都会管制来做追踪的。那个多元化养殖，谢主任这边有没有可以？水师我这边有没有建议可以哦？公司长再参考一下，谢谢。副座第一个是他是吗？公司长说，这个然后啊，主席啊，王老师在问两个其实会输在啊投入二级，啊，针对有奖的物业，有的陆续去收集嘛，有的走了出进路，我大概趁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下吼。进下十啊吼，那继续安尼聊吼，唔呀台湾聊无啦，甚至我看国际也开始在上，因为可能迄下十啊。你讲我一公斤的咸十块，其实迄是人本来就食的，你即摆要去饲鱼啊，啊换做较少吧。啊，即摆目前有可能会调整另外种方式，变作讲咸十块是讲袂使吃，因为咸十块饲出来伊也较好，是毋是有可能即阵水素用是一寡，比如讲乌鸡啊，我饲一寡毋是咧食，但是乌鸡啊又是早食性的、杂食性的。我是一个细只沙白啊，毛鸡啊，来当作取代部分啊部分，去当作下沙白来饲只毛鸡是。即摆水气所开始咧饲只，啊，根据生态环境吼，如果站咧时间越低的数量愈大，所以今日讲啊，我敢有材料生产遮多，饲到海里食一饱，饲到红柑食一饱，饲到食肉遐遐食一饱，因为以前无饲农民种番薯，下沙白少少啊。几块，我只能六十，只能八十，只能七八。五鸡啊，我只饲大鱼，光一公斤五十，伫遐边咧收。啊，我饲细只，足紧我就出，到后用保温去使用。啊，即摆讲冬天有啥物所在，我想嘛，咱跑去外海。即外海有一寡所在，即无咧设想嘛，即拢内海咧饲。因为冬天拢下热天，风太。进前水气所发针对温度的保温，去做个，干那温度。但是迄阵老外强拍定会调袂调风太来啥物方式？规个冬天东北风有偌久个比例，西北风、正北风、南风一年有偌侪比例？即阮之前也袂。若讲即阵有要伫外海设厂房，阮遮资料阮拢会收集。大楼个时阵老外强，小楼个时阵老外强，你即摆来收集。啊，即摆另外外海要饲啥物种？有一寡鱼种会甲遐饲个话，因为伊需要氧气渗透量较大，就讲白毛毛，甚至即马昨昏咱接到指示，土土爱开始饲，土螺、黑尾、尾鱼也来饲，啊，迄种物件大概含氧量无较低，水流无够强，所以即马水气所昨昏已经去用指示吼，啊，土螺要安怎？伊个前面伊要饲个话，但是阮即马拍了幺幺九出去个时阵，土螺钓起来吼。伊甲房间咧切个时阵哦，阮手少较湿个，伊蒸干两个水分，我着现离啊，现敲啊，搭咧时阵啊，入去温台水中心去报，伊不在知啊，正若真正若要饲，看小小啊话，试验是难饲。啊，我有下海个鱼啊，你进搁要用啥物鱼啊进要饲哦，一定是介绍完个。啊，甚至拄只讲有一寡早食性鱼类哦，今年有甲环境有条计划配啊，乌毛、白毛、甲臭毛。开始咧做啦吼，阮即摆去人收白毛拢400斤，其实白毛嘛，阮也做，啥物飞机啊啦吼，啥物白毛、乌毛嘛有三种，啥物狗墩啊啦、吼红皮啊、菜毛啊，即介绍真也有关，以前感觉无人收，啊即摆即杂食性、杂食性的鱼咧，是起来人收，
是只有三红啦吼，红干、红条、红斑。今年的前年我们知道，红斑的鱼啊，中间拢五六十滴起来，逐只都中干。中到你个叉，当起啊水洗手的时阵，伊一礼拜唔食，较无代志。第十天的时阵，目睭甲你看出来，十一天的时阵，甲你换八次。所以阮只慢慢啊开始在收些前年的物件，只前年人到会知，三个有输赢，阮水洗手甲一只。所以，即目前大概温水技术针对即个部分的企业无正。啊，拄只温水技术还袂咧做的是目前拄只阮老师讲的新型网具设计甲改良，即、這个部分另外只袂做。啊，但是以前部分也像哪出了钱，我来问看卖，是毋是针对讲将来只真正要外海市的时阵，阮有可能把伊好去挑出，然后做强的时阵，啊，供应足多的时阵，爱用哪些较适合，再加上即新的材质。介绍看会当较较低个，啊看，多只无海咧市场嘛，多只来介绍一下，再大概是块补充。方院长，副署长，这个我再补充一点，就是针对养殖鱼种的部分啊，其实有一个渔业署可以非常好的发展，那个有那个发展的空间啊，就是你看像那个每年现在大陆要的石斑鱼都5到7公斤。5到7公两，然后8公两以后就算那个 oversize 就是太大，或者9公两以后就太大。然后今年石斑鱼崩盘的时代，台湾的石那个鱼尾鸟石斑鱼跟澎湖的鱼，啊，台湾的石斑鱼尾鸟真的不好吃，啊，所以来澎湖卖也没要，知道澎湖的价格稳定要300多块。然后今年崩盘的时候，啊，一斤台湾那个塞河塞蛇是多少？130块，然后那个 oversize 的大概是70、80，啊，所以但是这种一公斤啊，这种小鱼除了板豆，其实吃的人也不多啊，啊，但是大部分就喜欢这个鱼，啊，但是那个超过6公斤的鱼，今年最崩盘的价钱是200，啊，然后这刚我们再回来说。针对养殖鱼种的部分，我们现在养鱼很简单，你海里每天喂，啊，龙虎斑三天喂一餐，啊，那个龙胆石斑也是一个星期喂两餐，龙胆石斑一个星期喂两餐，然后这三种鱼那个成长的速度差不多，啊，海里的话大概换购率大概6到7下来，7公斤左右，那个龙虎斑大概2.6，龙胆石斑2。所以如果说纯粹从那个养殖的观点，不管你从学术观点怎么来看的话，其实那个龙虎斑跟龙胆石斑它是非常有潜力，因为吃2公斤长1公斤多，其实它也没多少排泄出来，2公斤生鲜的料下去可以长1公斤多，所以包括整个那个整个对水质的部分基本上也没问题。好，但是其实过去几年，包括今年哈，渔业署每年都在为了什么？为了台湾石斑鱼滞销在上涨金，啊，因为今年走到大陆市场嘛，大家没问题。大陆市场那个自己养的量多的时候，就开始滞销，滞销渔业署每年还要来补助，啊，补助那个加工厂把这些鱼收购到加工厂去杀，啊，那么是不是？渔业署可以那个，当然我们现在那个鲜网空间也足够啊。如果说搭配化的鲜网养殖，然后协助把这些 oversize 的这些鱼把它拉回来澎湖养，养到成鱼以后，养到6公斤、8公斤、10公斤，其实那个需求量很多的啊。像今天最板块一台斤也要150块，啊，跟1公斤的、2公斤的分盘，1公斤一台那个1公斤在120就而已，120。其实这样，那个让澎湖跟屏东这些业者，啊，做一个调节的作用，包括对整个市场的稳定，啊，包括渔民的收益，其实那个帮助非常大。啊，要不然现在那个全台湾那个大鱼缺的也大，你只要有6公斤、8公斤的那个龙虎斑，大家抢着要，300多块的全台湾找不到。啊，那1公斤、2公斤的到处都是。所以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把这个借由两边的辅助，把这个产业要做起来？它的一个重点是它的翻动率非常好，大概龙虎斑的2.5左右。
有那个鱼鳞刚刚讲，我不相信，所以我自己在那个学校也做了实验，把它弄在10-20公斤，啊，但是海蛎是一定要的，因为海蛎也好，就是它什么都吃，反正你不管各式各样的杂鱼，你新鲜的不新鲜的，它那个肠胃嘛都有问题，啊，所以海蛎养海蛎的话，那可以解决很多下巴的问题。好，然后但是如果说要精致的话，是龙胆石斑跟龙骨斑，因为它关多鱼的啊。对，很的，现在听你爸爸说那个捕波鱼啊，我比如说十几公斤的料下去，换一公斤鱼肉出来，其实那个到最后都会有那个这些啊，从粮食安全来讲，粮食需求来讲，到最后都有问题。好，所以我个人观点是一直看好说龙胆石斑跟龙骨。这个绝对非常有潜力，啊，因为它的观众率实在太高了，啊，所以是可以协助说想办法把贪污，这个鱼啊，而且先那个大的石斑就要全部供给你手里，不用在那边养加大贪吃销，养三贪吃销，这个鱼贪吃销跟鱼贪吃销，而且观众率都很高。谢谢东理事长的建议啊，其实我们。从去年啊开始对那个深蓝色的消亡养殖啊，在屏东地区，今年也有处理说从陆上到海上的模式，那这模式我还没有弄清楚，没看见我了解一下。其实未来我们县政有一些在如果规划深蓝消亡养殖，也可以从这计划里面去参与，什么陆上消亡做这一块，真的可以做啊合作比啊陆上海上合作可以做。好，那其他的后果来，等一下后面的来立功。那个主持人，立委，好，各位长官，好，各位大家好，好，我是澎湖区议会，那我就是代表议会帮渔民发一下声。好，那目前渔整个澎湖的渔业来讲，不管是野生捕捞或者是养殖，它迫切需要一个大型冷链的设备。好，那我。它可以发挥两大功用。第一个功用就是说，就野生捕捞而言，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季节性的鱼啊，它会生产过剩。那生产过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鱼贱伤鱼。那生产过剩的时候，价格就崩跌。那对渔民来讲，可能有时候就是靠这个来做一个主要收入，但是价格崩跌的话，对渔民的权益都会有很大的损失，而且会造成产销失衡。那希望有这些冷冻设备的建立的时候，哦，渔会可以用，政府的立场协助政府来做保证价格的收，那个收购，哦，那对渔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保障，那增加渔民的收入。那就养殖的来讲的话，其实，下杂鱼的价格跟是不是能够稳定供应，然后会决定澎湖养殖渔业的生存空间，哦，那。这些下杂鱼，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在澎湖，夏天旺季的时候，有时候生产过剩的时候，澎湖的业者、养殖业者，他的冷冻设备不够，所以他买的东西有限。那收购商呢，常常往往就是说，澎湖这边吃不下了，他就把这些鱼再卖到台湾去。那今天如果澎湖这边有一个冷链设备的话，渔会就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就是收购剩下的。下杂鱼，这是第一个下杂鱼的来源。那第二个来源就是说，台湾本岛在夏季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沙发澳有一些下杂鱼，渔会也可以去先收购过来，等到九月到三月这个空窗期的时候，可以来弥补这个空缺。那另外，刚刚翁老师讲那个渔业署，看能不能进口。其实渔业署在102年有设置一个进口饵料的一个设置要点，有一个审核小组。那目前有在运作，它是委托给养殖基金会。那因为现在它的进口税是6%，所以也是希望说渔业署将来就是说在进口这一方面能够体恤渔民的辛苦，能够把这个关税降成零关税。好，那种种的原因决必须就是说澎湖能够设置这样的冷冻设备，才解决这些野生的跟养殖的问题。因为其实未来的养食鱼文化来讲，养殖的比重一定会大于野生的比重，就环保的观念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提早去做这样的准备工作。那其实现在也是目前这些养殖业者迫切需要的这些冷链设备，能够帮他弥补，就是说哦，万一
缺货的时候，哦，渔会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能够将那些原来收购的下宅能够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能够卖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维持这些饵料的供应，这样子。以上报告。好，谢谢他。谢谢彭议员提出那个要设一个大型冷冻冷链啊。现在我们农会也在推动这个农业生农业农产品的冷链。那这个需求那个其实，在总公司前天也提出来，我们主委也支持的这样子，只是说我们不是做冷冻，也要做一些初级加工啊，来上台的调节。那当然也可以解决消耗值的那个下来的。那刚刚你讲的那个进口那个饵料的部分啊，那我你刚才有建议我们定那个做来做处理啊，这样子。那渔业署在前两年已经有投入制冰厂，有啊制冰厂，那也你今年就要给你一个那个制冰架，滑冰道。拜托你赶快执行啊，因为耶稣在立法院哦，常常执行力最低的，然后什么挂也挂一定，啊，每次我到立法院去被钉在墙壁上啊，耶稣执行力前3.5%，好，所以拜托啊，如果有什么建设哦，想拜托家属执行一下。那大型冷链的设备，我们赶快计划，我们中央来全力来支持来规划。那也拜托县政委也要相对的来支持了哈，来我们地方的一些养殖需要的，还要业抓回来的这些设备啊，这些鱼啊，可以做调节，季节性调节，可以养殖的饵料的调节。还有没有？来，我旁边来。喂，我们主持人哈，阿兰委员，然后各位长官哈。我来补充给我的这个有关箱网工作船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部分是在二十同年时候，好像到直棚的时候在 A 五都发到一个工作船一个的出入证，哦，过关卡，而且工作船箱网工作船。当作准备迄个模样、甲伊形式，跟渔船是绝对不同的，因为伊是对无方便，啊较平，它需要载重，它要工作快速，啊，所以说伊的整个设计是不一样的。那之前我在我追那个消防协理几位理事长的时候，这个事情也谈过，就是工作船它可以用颜色。有一块你们的颜色来区隔，如果我看到你的颜色是不是在你在工作的范围里面出现，那表示你是不对的。比如说你在对起码就是家里找去海峡中岸，哎，就留下哎，就好像是不对的。所以说之前一直这个事情讨论好久，几十万年前都还是这个代志。如果说你即马迄个一般的工作船，你要用渔船的形式，伊的各种方式要饲伊啊，它非常不适合的，相当的可惜啊。啊，这代志政府嘛，反正答应20多年啊，结果到时阵，因为饲伊啊人个做无成个啊，啊，伊拖伊拖，他只要求你进出港的工作。这个范围，因为其实我们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旦出去外口，我都要保持10分钟、10多分钟，安尼样都到我们工作范围来对了，哦，所以说我非常恳求那个这个部分一定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因为技术面的你拢有技术上处理啊，那是颜色啦、啥你都还能做，某种程度的去标明嘛。哦，啊，至于公国从这里下宅，其实草食性跟肉食性它是非常不同的东西啊。那这个消化养殖是咱政府提升咱台湾的这个水准，由世界去匹敌。那当初这个管，这个咱的政府是相当的
国内相关的推广的一个医院。那我们跟那个医疗医院是非常有互补的。比较近的几条街，像管李平武先生，有阵出海，伊感觉食西药，伊就酒，迄、那个存油的，迄个骨肉的补的。哦，啊，两下高高级的医疗，看他赚钱。所以说，香港养殖它是跟医疗业它是非常互补的。哦，啊，是不过是咱身体较无够，就是说讲咱人口生较无够，有阵咧，如底下个抢出来两下讲，唔能做，唔能做哦。然后都供给人讲笑话，其他说，所以说我们还是认为说有需要这个基地的那个最人口再过我们的，好，医生，谢谢。感谢你哥国兄了哈，谢谢。对啊，你们都怎样了解哈？那我一并来做处理。来，那王理事长说的，谢谢。王理事长，我要先讲一下，你讲下台，一个早点你讲休息多少？啊，应该是我的经济才五科了，科名。哦，五科了，科名。夏天大概是五块，最贵大概是六七块。你爱去弄啊？你要去弄？啊，我讲的，啊，即马有新的这边基本上做运动，你另外新的下台过就反正爱动起来。东京也卖，你卖去去外国进口，你简单这就有啊。何必在搁进口，搁去就了。咱收六块，我们得我自己要打钱。真正有影，我两只老弟在六块五块都赚，无输了。一支鞭百五块，你抓一栋，一栋起来才五千块尔。那卖不了，你就卖不够平钱嘛，对不对？啊，伊讲机会无够新鲜度，你今日了提什么？二十块我较早，上届民国七十几年啊，搁下杂鱼啊，搁十五块、十二块上一斤。你即下一斤二十五块、二十块来阮收，阮就保持鱼啊鲜度嘛。我全程天天煮鱼啊，也叫少，对不对？阮会当遐来去较好来卖，对不对？好多部位，阮遐下杂鱼卖袂来几十万，然后遮鱼干的薪水加加拢保持住。那也有下台，这价钱的中间那有下台，拖帮的嘛有啊，三高啊，就咱这边下台一下子啊，你听讲很多冬天种韭菜，哦，啊，你都有机会，哦，做些成果，啊，叫人家收成较少，对不对？咱多做些，哎，你买富贵，我买富贵，对不对？我还讲一点就是上届重要的啊，不输电话。帮帮忙啊！这品牌的部分，你新做的规定了就是讲，阿弥陀佛的形象。你即卖富的人有迄种情情有也作业啊，你袂当会删掉。你删掉的话，我就一只，啊，我卖我这只本来讲一千万的价单，你今仔卖我着这个牌，我只个百万卖袂。哎我一心拍你啊，倒来无用，对不对？你都是之前立委，伊个图书馆遐个，图书馆遐个登记个，你都会作业，我阿看伊一年外头咧大侪量买单啊，爱会做个单个，因为这个计划你写书，你顶个来嘛买个计划个啊，我阿个凊彩个领导书看我啊。好，谢谢。这是个相关着重点，因为你也出力无。安检的专家去补充买，没当出当。阿姨，今天是啊，拜托了，哎，谢谢，拜托了。王理事长，我记得有一次在肯德达啊，跟你交换意见，你很有保密的观念啊。他跑过来从下来以后，我都跟你拜托了，看下来给他救，因为下来以后会长大，对不？啊，你抓他。不是国际的，国际抓，刚讲的就没有。国际那个鱼的花了再做鱼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渔船它附带鱼货，想分工化，分工化就是这样，就是附带鱼货它卖不出去啦，卖不出去你要真正看价值的鱼。好，所以一位在争取的那个冷链设备嘛，哈，冷链冷冻库的哈，那就是加工冷链的那个，那如果说哈去分部位，他也那一位来说。他就想到告别。
一般一组三千，现在除了四网是有限制的。那这是四网是吧？四网是吧？你都几只？我还是给你们估计啊，我家爱得当增加，哦，那爱得卖增加，不管什么问题，我爱得从白边从一届白白白从白边当白边，啊，你是我啊，白做都冇回答啊。对啊，对啊，哎哎，就控制这里哦，对啊，啊，你讲不白用白，啊，像我家有经营的，啊，就讲跟他接触营业，这家就那就是跟他接跟他经营。非常。都可以给天啊，这样白点，这样一样，这样这样。我再讲讲，更可以哦。我们现在比较问题大的，那那些抓鱼的方法去偷网、视网，还要用灯来照的，这个破坏资源很大。而且视网啊，我跟朋友的沿岸，那个所以都是沿交海岸啊，他是绑，他把那种卡罗也给沿交海岸，那杨委员一直监收，那业主要一年活多少？机会来做亲王，哎，开三千一百，去爸爸那边开三千一百哦，五年哦，啊，结果呢，过两年一点乖乖开三七千了，对哦，所以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子的，我们要把基地哦保护好，不能做自我作业基地，要把框死了，大家都退出去，可以用其他用钓或其他的东西，或是其他的方法来抓鱼，不是说永远在你就你。我们也许跟农业局在说，我来扫没用，所以我一直该观念，今天好不容易花了几千万，把那个海底的保护都清起来了，那清起来以后呢，要维持这个礁溪的活化，让它活起来，不是在抗旧的垃圾里面，所以视网要总成管制，我们再实施这个这样子，那我们可以讨论。其他的那个移花要怎么去演戏，或怎么样？我们觉得未来要转型，我们都有机会给县政府来想想，但陪我陪姑那点一样，哎，要未来怎么走？啊，除了海上向外，还有海上要怎么走？哎，啊，工作船我不是讲了吗？我刚才原则上我们会要赶快来检讨来修，从政策从法规来做修正，好不好？啊，那你早上跟我蛮努力，所以你讲的我听到啊，那你可以用区隔的方式来做，啊，你修完我爱走的时候，那修完我爱走，你还觉得还什么修改？没来帮你，搁帮你改了，这咱当又是一朝无期闯华山站的，还那边这个要有一个一切配套出来啊。好不好？啊，你台湾跟我一点就好诶。啊，你可以做管理，但我们那个做香港都愿意说，我不会做啊。可是其他的人呢？对不对？其他的人哪条船？对，就可以找去。盖王理事长演技台遗传，主席那个人不点。啊，所以所以我们要管制啊。我们。坐船你怎么喜欢你回啊？好，那另外两个回啊。我们请那个陈局长再查查看，当初以前现场有荷花那些东西啊，或怎么样子啊？那我们在法制上应该怎么解法？好不好？来，我们时间问题再一个一样来。那个，我再提一个跟保育那个相关的问题，就是南湖回来的丁香。好，那个南湖北海的话，你去看整个中国大陆沿岸，到整个台湾，其实南湖北海是一个最重要的那个沿江渔产的场。应该整个中国大陆沿岸到台湾，就是南湖这个沿江渔产的场而已。但是它这边有丁香、法网，它也是既有在作业的，没有错。但是每年抓起来一条，我们有时候半开玩笑讲说，以前早期那个南湖，你随便去海边吃饭一堆。我早上要去上那个7:20要上课，我先去海边钓个两公斤的带妹石斑啊，再去游戏场，我不去上课。但现在这些资源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在北海。好，但你要这些鱼，你说它不能抓起来，会有很多问题。但那边招数也不多，好，是不是想办法？刚才讲比较那个公务员比较高级，不管是鼓励什么，就是让这些鱼。满足他可以退出去，你只要进了一年有没有？
一年没有抓的话，肯定就没有渔业资源多30个一定要出来。因为我们有买过那个石斑鸟，这么小的，一两万公斤，公斤多少？3块，千尾鱼你不吃，99%是石斑鸟，啊，你那个，你那些石斑鸟，你去买一放流看看，你花个11块还那个，还那个，还没办法。那如果说没办法把它征收的话，是想尽办法让它保留，每5年停给1年，让它资源出来恢复一下。其实这个对南部整个资源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好，那你就想办法让你去把这个问题，让渔民也满意，然后那个可以把这个事情，好，把我们的资源把它做好。好，谢谢。其实我本来我是金门人，啊，跟金门甲朋友血缘相近啊，我对那朋友的渔业非常关心，从委员征集到藤壶一年有1.多亿以来，去年哦，我去年整年一开始在核计划的时候，现在要做不知道，所以我去年年底也稍微体验啊，去年差不多八九月，我自己跑来跟县政府的副县长一直找专家来讨论，说那台湾的渔业未来的那种海上的那些资源要怎么去管理，怎么去做处理？有一个方向做好以后，我们有机会资源进来，才有办法去达到政策目标，才可以补助渔民啊，就是要求渔民你要怎么调整啊？那既然有一些。有一个共识的，现在也可以再来检讨一下。那个，翁理事长提出来也很好，我们有关再睡觉。其实藤壶的定江，我记得我刚开始做公务员来藤壶，就跑去那边吃定江，就哇，地都有非常大，搞定，顺手就破啊。所以这个要探讨这是什么原因，而且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让它互利起来。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听哦，你唔系，你而家限制可唔可以过分？卖喺晒啊，爷爷，严格起立。你个鱼啊，什么鱼啊拢唔食亏，会晒死。你包括什么鱼啊，都拢会晒死。但外国买鱼个部分，你留落去几公分，会晒啊很大。人家钓嘛是安，你看人家钓鱼啊，几公分就下落了。过一重点，我前头有几站，那么几站一下，按啊休闲的娱乐渔船，钓鱼啊会使从事渔业活动买卖，袂难哦。这样按平和上大因素，因为平和加渔业加钓加，超低加很重要。你一只，你一竿竿钓五公斤就好，哎，看钓偌侪钱，包括比赛，人个也是从事渔业，只是不观赏是作用尔，会使去从事渔业活动，对不对？好，谢谢。其实澎湖啊，在20年前，那个开始实施渔船限建的，它赔了多少钱？假设5000套，后来变。可是在我们船，澎湖的船住在很久，那可是澎湖的自用船的业多，它变成也跟渔业竞争了。这部分我们会跟县政府来讨论，怎么管制这部分，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到12点，我们请委员帮我们指导一下，谢谢。对，时间的关系哦，我就不一一说服了哈。对，大概刚才讲的公船哦，哎，不多哦，麻烦您指导。大概如果在统计查房这里面必须要进驻配合他们应该修的法规就完修修嘛，因为反正是可以辅导五级船把它合好啊，毕竟工作船跟一般的五级船把还是有一点区别，所以这样整体上的带动很好。能源设备哈，能源设备跟合法基地可能现有跟业主吵一下，它能源设备的部分房间和总干事就是地找到的经费我来负责，地找到的经费我来负责，因为堆水我用来挂我机啊挂多最后的渔业政策很多，那个我们也不要听
贷款的额度，救助的额度跟保险补贴的额度，我大概都不满意的。哦，因为基本上哦，基本总价值哦，都可以低调去谈的。当然嘛，这个付出金哦，啊，听到钱都因悠悠啦吼，因为刚刚咧报哦，台湾政府真奇怪，两度委会哦，一年大概超过1000亿的意思哦，企业数大概40亿哦，啊40亿，咱个拄只安尼听吼，两合并哦，100亿的经费，要来最企业的的物件，我是无怀疑，但是咱100对于40亿来讲，其实已经是一笔足大的钱啊！哦，我拄只听你讲小鱼补贴，小鱼补贴是五年收完了，今年开始领。我拜年做咨询的时候，就爱先甲苏院长、甲秘书的经费确定了。哦，因为伊呐，伊业主啊，也足惊，鱼的补贴也爱钱。啊，小鱼补贴啊，增加大概今年讲，加加增加的增加了，全台湾增加一定可以哦。啊，朋友大概领5000万哦。1700万。啊，另外也袂好啦吼，因为这个方案吼，对头到尾都是划算的，我哥知影吼，对头到尾都是划算的，就是因为也袂当讲限制，但系不到的袂当领。哦，这个无区别性的物件都是啊一体适用，所以业主有时阵哦，巧不难为无米之炊啦。但是还是如果利用这个机会吼，各个方哥吼，这下我老兄弟啊，对大家玩家吼，究竟吼，如欢吼，大感情如何啦吼？因为大家平均无讲吼，移民有移民的需求。你们的诉求就是行政管理要收补贴要高，啊，因为补贴要高，医生总额度不足，所以我要他大一点的要求。啊，医院管理的宽，医院的行政管理的宽松，有时阵卡掉，安排的不对，有时阵卡掉，行政管理的部分，伊那无法当办。哦，呀，老板也特别讲，老老委会，老板来你做老姐，哦，啊，这件大家办公室哦，再协调，再联系上出问题，我就来开口 OK 了，哦，因为企业哦，企业在台湾，关键上应该是爱上重要，因为台湾的卖股票，台湾的这个海盗国家哦，企业的无好。即个国家袂好，啊！但是吼、哦，因为选举的问题，移民的比例上低，所以讲移民吼、哦，无够受到重视，吼、哦，安尼。啊，我邓理事吼，感谢渔业署副署长吼、哦，王副署长跟我们所有的远道而来的工作同仁吼、哦，在这帮朋友，啊，万一讲我来，就是爱解决问题。好啊，我不到问题，我到迅速解决的，我们就迅速解决。啊，需要给机会，就定期跟渔会跟农业局这边做一个回复。好，我告诉大家，建立如何去推动，我们去他去加强那边，战力很强。好，阿黛西哦，渔业署要多多利用他们，我们以目前的研究的各项技术。都很先进，好、哦、啊，最要重点观念，从要用养殖渔业来渐渐取代近海渔业，这个可能是一个趋势。可是，这个趋势必须要兼顾现在技术里面的同时，近海渔业的这些人的生计保障，好、哦。啊，陆秀香，要保障进入从事近海渔业这渔民，嘛必须爱保障后代子孙，啊，够有法度通继续从事渔业，爱到渔民，哦，爱到渔民，嘛有不少行政管理无做回应的，应该尽量查无不见，
这台头头后台皮我皮啦，这个眼睛，这个眼睛，所以大家互相培养啊，咱对大家去伫几个方面进来对吼，找一个找一个平衡点，后大家拢袂再怀疑，一定用到执行。最后吼，要求吴大爷啦，李亚树肯定得加加黄柏树，加渔网废弃渔网，回收补贴制度，较紧个宣传，较紧个上传，因为开遮侪钱吼，我十几年吼，我定讲逐日碰到海，但是平湖，但无加遮钱碰到海，只怕无清清个平湖个海无明仔长。但咱袂当袂当，逐日要开遮侪钱，就拄只阮叔叔讲，逐日要开遮侪钱，三五年后，因讲规海规海过十步啊，即件啊要求足。就最美嘛，那各级员工那个搞数据，拜托些哦，感谢大家，感谢。谢谢哦，感谢各位啊，感谢吴委员团今日来交换意见。我向各位报告啊，那今年的休息奖金提高到升领到九月底哦，总共差不多三个左右。啊，咱赔哦5700万。全国第一名，申请的准数是请加多用的，全国第一名。那该感谢我们委员的身体移民为例，谢谢。那我们今天座谈会在这边，那可以在这边，我们有便当，大家吃一吃，再细聊天。好吧，有空的就可以坐下来吃，谢谢。